三角果，咱现在打开啊。三角果有两种味道，一个是辣的，一个是孜然的。我吃的是孜然的，姐妹们啊，因为我吃不了辣。味道很好，很下饭，看上面还有肉呢。老好吃了，姐妹们。口感和味道都很好。19.99两包，大家如果有喜欢吃三角骨的，小黄车可以去拍啊，特别好吃。这个三角骨孩子也很喜欢吃，吃的可开心了。儿子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